哦，有吗？这个要杯子要小心一点。你们需要胡椒粉，需要拿胡椒粉。红茶，不是可乐，哎，你们要拿胡椒粉。我去拿胡椒粉。去拿胡椒粉吧。三四包就好了啦。三四包就好了。你买大的哎、欸。我不是说买那个大的，之前妹妹讲的要吃早饭，要不要吃？好，拿点胡椒粉啊！去拿，去拿。是啊，他不敢拿了，你拿就好了啦。三包四包。三四包就好了啦，不要拿那么多啊。三包哎。三包就好了啦。哎，这今天热了哎，还是今天中午是热的。你还蛮咸的哎。就要拆这个还是？没有买可乐。哇，吃薯条这么久，终于吃到有热了。其实薯条加这个也蛮好吃的。那个时间加甜。哎，小妹哦，给你探究一下，我等下请个牌子啊。这个是样，这样。你现在主要是热的，终于是热的，不是软趴趴的。我看一下我的，等一下。嗯。什么？你说啥？我看我有没有带那个手套在哪里。不用了啦，好哟，今天请你喝酒哦，都早比给我水气温吃完了啦。你们干嘛要跑去那五公里的地方洗个手啊？这里啊，这个酱才对吧？等一下，快点酱好，不，就直接吃了好不好？不然我你吃啊。好。我的手更脏，我的手更脏了。你说好不好？嗯。要。你说小儿子啊，一直好啊好。他嫌他钞票了，他差不多太脏了。钞票都是细菌。这么多人，这个薯条一定要那个。那这是比我们家里买的好吃太多了，好、哦。嗯。我说这比我们家里买那便宜货好吃太多了。真的啊。炸了刚刚好。那今天给他薯条炸的比较没有这么黄哦，可是至少是脆的。嗯，好了，分享到这边啊，拜拜。